科技感十足的冲压车间。那么这种是汽车模具当中的一些接手自动化生产线。那么在这个生产线当中，我们可以发现全程的话都是靠接手来进行操作。产品以前针对的是平板类的，现在不管什么类型的产品都是可以用接手去进行抓料，并且去取料放料的。那么大家看完这一套模具的生产线以后呢，有没有觉得我们人工的成本逐渐的被机器所替代了呢？那么大家对此怎么看？欢迎大家的评论下方进行留言。